有一个荷尔蒙，它叫做雌激素，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。对。可是你开始到更年期停经之后，如果你同时间又有肥胖的问题的话，你这样子对你的膝关节压力就会很大。综合性的睡眠呼吸障碍哈，一个晚上可以醒几次，你知道吗？50次。啊，他根本就没有睡嘛。50次你不会记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醒叫做微觉醒。以上节目由美强生智配三合一营养饮冠名赞助。